28日晚上7点，师大音乐系一年一度的音乐之夜在礼堂开演。今年除了与以往相同，有大一剧及大三音乐剧外，大二同学更带来具有特色的表演。应该是说我们挑战观众的听觉跟视觉上，因为不知道其实观众看到这种新的表演会有什么反应。都非常的那个，非常的吸睛，然后非常养眼，然后全场都在尖叫，就代表它最好看。对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一叫起来就能 get 长官按手手势，来的这么莫名其妙。看他们的音乐系非常活泼，他们热情，都让我觉得我们音乐系非常热情。印象最深刻的是音乐剧，因为他要把他们西藏特色融入在里面。往后的职业也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表演，不要只是限制在音乐或戏剧方面，可以多一点的发展。感谢大家。校园记者李逸轩采访报道。